为什么你的课本和我的不一样？为什么隔壁班的都比较好看？你可以教我足球吗？你可以教我跳舞吗？请问班级英文怎么讲？请问你要鱼还是钓竿？鱼啊，可以吃啊，可以生更多的鱼。钓竿可以钓更多的鱼。好的呀，对呀，好。请问未来的梦想，最好的教育环境需要更努力与您的支持。